入围最受台湾观众欢迎的大陆电视剧的作品有《三十而已》。可以出去打拼了。不管处在什么状况下的女人，都应该拥有梦想的权利的。Yes。有勇气，去争取。不过三十而已。以家神之名，都希望自己孩子好，我就希望只要是开开心心过一辈子就行。我宣布获得2021光影航程第十三届海峡影视季最受台湾观众欢迎的大陆电视剧是《三十而已》。人生没有标准答案，但是不断的成长、奋力向前，却是我们共同的目标。恭喜《三十而已》剧组！大家好，我是柠檬影业陈飞，很荣幸得到最受中国台湾观众欢迎的大陆剧集这个荣誉。那代表《三十而已》剧组所有台前幕后的伙伴，感谢光影航程组委会，感谢评委们和台湾观众们的认可和喜爱。三十而已以鲜活的女性群像展现了当下新女性的新风貌、新欲望和新困境，表达了新女性的价值观。她掀起的全民观剧热潮，扣合了社会思潮中女性意识的觉醒，让大众看到了新女性力量的崛起。再次感谢这份殊荣。那柠檬影业会再接再厉，持续创新，为观众创造更多记录时代、影响社会、慰藉人心的精品佳作。